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劈柴是一件既费力气，还极容易受伤的事情。劈柴看起来容易，但亲身试验过的人恐怕都明白，这件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这不，来自新西兰一位13岁的小女孩，就因为妈妈劈柴老是伤到自己，从而突发灵感，发明了一款劈柴神器。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吧。这位叫阿里的小姑娘发明的这款劈柴机名叫 Kiddly Cracker。 Kiddly Cracker 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手动劈柴方式。阿里将锋利的刀刃安装在一个钢架上，钢架上有一个圆圈用来固定木头。使用的方法十分简单，劈柴时只需将木头架在刀刃上，然后用锤子轻轻一敲，就能轻松将柴劈好。有了它，劈柴不再是一件专属男性朋友干的力气活，上到99的老人，下到7、8岁的幼童，都能轻松做到。据了解，阿里发明的这款劈柴机目前已经在市场上公开售卖，并得到大家一致好评。除此之外，小姑娘还凭借此项发明斩获了年度年轻发明家奖。为了让有需要的人们都可以使用上，阿里还将原本的小尺寸做出了多个放大版的机器版本，在市场上受到了热烈欢迎。据说短短2天时间便卖了20万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小女孩发明出来的。毕竟我们13岁的时候还不知道躲在哪里玩泥巴呢吧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看过这款劈柴神器之后，你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呢？你觉得这位小姑娘发明的这款神器靠谱吗？说说你的看法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